妈妈，好多蟑螂和蚂蚁哦！不要怕，妈妈保护你。不要动！哎呀，现在地球都已经是全球暖化的时代了，如果喷杀虫剂，那又有害于环境，而且很臭。我要请一个小小发明家来为我们自制吃蟑螂的小产品哦。开始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小小发明家，这就是 AB 吃蚁粘胶包，就是这一罐，里面有 A 罐以及 B 罐两罐产品。来， A 罐呢里面就包含了驱蚁配方，里面有硼砂加水，就是饱和硼砂水。而 B 罐呢里面有结合剂还有添加剂，里面有胶水、水还有什么，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，挑自己喜欢的色素颜色，以及诱饵剂。诱饵剂是什么呢？就是糖，还有奶粉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糖吗？加糖的原因是为了吸引蚂蚁来。那加奶粉也是就是吸引蟑螂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制作。这很简单，里面我们都已经加好了，这一罐就是由这个出来的饱和硼砂水。而这里面呢，到25克的饱和硼砂水，那这一罐呢就是 B 罐 ，B 罐里面有加了胶水，而 B 罐呢里面就是有包含了胶水、水、奶粉、糖，以及自己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颜色来制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为大家介绍要如何使用这个产品。那我们先把这个 B 罐倒入我们的挤花袋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倒进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 A 罐给倒入这个 B 罐里面，也是倒入挤花袋里面。那倒入后，我们就把它卷一卷才会跑出来。然后你看哦，我现在把它搓揉，搓揉，再搓揉。哦，有点久吗？其实不会，你看这就是个挤花袋。这里面的产品实在是非常轻松容易可以做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拿这个剪刀把它拿出来，把它剪一个洞。好，它挤出来呢，有没有看到成品就是这样子，像这样子。